等一下，我先拍一下这一套，这一套也很好看，这一套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有气质，出去约会都可以穿。哎、欸，这个超适合去那种烛光晚餐的餐厅约会。为什么没有人七夕找我去烛光晚餐呢？我的烛光晚餐约会服都买好了，但是没有人找我去吃烛光晚餐，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